你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今天是八月七号父亲节的前一天，有没有想对父亲说什么话呢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你们父亲不是对你们很好吗？没有。有，对不对？上次妈妈叫你帮我付钱，然后你就不付钱。付什么钱？付我的玩具钱。他要抢着付啊，我也没办法。啊，你呢？你父亲有没有对你很好？怎么会没有？最近绝对没有，上次要去爱宝乐园都不能去。上次要去爱宝乐，那也没办法，你的运气就这样，就是如此啊。哎，我们的餐点要来喽，我们暂停一下下好不好？我们的机器猫，对不对？在台湾才有机器猫。在台湾叫机器猫，我们是不一定用台湾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你妈拿不动啊，她不站起来，但拿不动啊，小狗。哦，今天我们去吃什么中午？有印象吗？忘记了。章鱼。章鱼，我没有点章鱼。我吃月亮虾饼。韩式煎饼，月亮虾饼的差多的嘞。OK， 然后。旁边就是那个我们上次吃的烤鸡。烤鸡。嗯。为什么？本来就是啊。哦，有，那不是吧？然后我们又去哪里？我们今天又又买棉被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晚上是盖棉被哦。那还有买泡菜。嗯。啊，泡菜啊。那家老板超好。还送你红包。对。先给养乐多，再送红包。还剩22元。嗯，好。接着我们就去哪里了？就回来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很悠哉的走完一天行程，好不好玩？没有到。我跟你讲，什么叫没有到好玩？你就有好玩。那喝一杯水，他讲。你水在这边好不好，小先生？你看这个小朋友就是这样子。哎，为什么变重点对焦呢？好了，那你们就慢慢吃喽，我要跟大家说拜拜喽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直接暂停？啊？为什么不暂停啊？我不暂停啊，我要吃饭呐、啊。哦，我们点了这个。OK， 好，看完我吃的喽，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声拜拜，明天见。